OK， 兄弟们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109级的一个比赛啊。这个大韩官府啊，最近的话，感觉脾气不太好，跟各种人，对吧？刷任务，跟各种人喷，对吧？又这个是一个109级的大韩官府打大韩官府啊。你看这种 PK 的话，只有十年前才能够看得到。就现在大韩官府的话都没有人玩了，说句心里话。OK， 这边的话，大韩官府的话，这边变成一个兔子怪卡片，对面变成一个什么卡片？对面没有变卡片。就变兔子怪卡片的大唐官府居然没有对面大唐官府速度快啊，这个就很尴尬了，好吧？没有抢到一个一速 ，OK， 宝宝有一把神佑，叠了一把半天。我们来看一下两边大唐官府的一个伤害对比啊，这边砍那边宝宝砍500，500有弹多近啊，这个还行。这边好像是一个高粘高必杀的一个宝宝，就拍对面的号好像有点拍不太动 ，OK， 两把半天了。两把漫天的话，感觉对面大唐官府得教观战番大唐官府做人了。OK， 壁垒击破，不是那种高粘。OK， 砍宝宝不开1400，没有漫天嘛？观战番好像没有什么漫天了，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啊，就对面大唐官府的宝宝看心都可以啊，都得有个4000-5000血啊。OK， 樊玉的话，这边对面砍这边一飘刀1700点血，我操！OK， 这个如果不是 OK， 对面的话就全程平砍就行了，真的。就对面这兄弟就都没有用过技能，你知道吗？兄弟以后别惹事情了，我求你了，好吧？有事情叫炮哥行吗？你就这啊，妈一刀一刀，就都没出过手，一刀一刀给你给砍死了，我操！你这你还找人家打皇宫呢，惨不忍睹。